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11月28日讯，根据 NBA 记者 Keith Smith 的报道，湖人最终没有选择用延伸条款将奎因库克分期裁掉，而是选择在下赛季支付给他$100万。湖人改变操作策略的原因，是因为成功送走了贾维尔麦基，同时裁掉了在麦基交易中得到的乔丹贝尔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薪金压力。根据之前的报道，湖人计划使用延伸条款裁掉奎因库克。库克在2019年夏天与湖人签下一份2年$600万的合同，其中2020至21赛季年薪为$300万，保障金额为$100万。这样一来，湖人将可以在接下来3个赛季支付库克这$100万，每个赛季$333,333。2019至20赛季常规赛，库克场均上场11.5分钟，得到5.1分、1.2篮板、1.1助攻；季后赛场均上场4.0分钟，得到2.2分、0.8助攻。编辑：坚信 OKC 必进季后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